个人所得税，现在又加上消费税，似乎让人有点难以招架。同时和可负担房屋计划已经帮助许多低收入的家庭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食物是人们的必需品，不过食物价钱一涨再也减不了。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会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开销的措施和政策。2017年财政预算案衣食住行一面临关，10月17号到21号 TV2 华语新闻为您一一剖析。